还差得低一点太好笑了。来，凤姐这边，这边谢谢。在神月一号呢，就有翻白眼吧美凤姐，然后是有声音的，这个live 的图片。然后呢，最主要我要感谢就是翻白眼温蒂妮小姐，她给我很多的一些想法。就是说，平常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些群组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都会用那个 LINE 有一些图来表示你的想法，有时候不用说太多，可能哦，他看你都就传一个啊，我爱你哦，这样子。像这种而且我这个是有声音的，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直接说出来，然后这个图你就可以表示很多你的想法。但是这也要小心用，就是有犯错的经验吗？有，这个传给传那个裙子也是不错。告一个段落，然后我真的要谢谢广大的这个网友给我很大的支持，我觉得我也蛮依赖 FB 的。那还有各位媒体先生小姐，各位朋友，路上也都是给我很多无形的支持，也就是说很公正的一些报道。然后呢，对我来讲，在我最需要、最辛苦的时候，有这些这样的支持资助，能陪伴我一路很坚强的面对，这就是要谢谢很多人的帮助。那当然自己也要够勇敢，也要很坚强去面对。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就海阔天空，就自在的过自己的生活。